我也，那是他们两个人大概有10年的朋友的关系，而且在音乐上面从来没有分开过，现在正式成为音乐组合。他们的名字叫"嗯一"，然后这个组合的名字意味着一样事情，就是他从他们的过去的生活从头再出发，希望可以跑出以前的那种阴霾，迈向健康的未来。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，希望你们支持他们。哇，这个大家掌声。